中华艺术馆伫即马开始展出《墨云意印》《五雷魂墨彩创作展》。中华市长林世贤前往欣赏的时阵表示，郭老师的作品甲一般的水墨无同，伊以动态的方式记录人甲大自然互动，相当精彩，欢迎民众前往欣赏。这个展览作品主要是以自然生态为主，除了将水墨画以彩墨方式呈现以外，更加是郭老师头一次以水墨创作抽象画作。作品当中有真侪生机甲内涵。吴老师表示，希望通过安尼的方式，会当予观赏者做伙感受到艺术的美好。我们中国绘画好像很少人去突破画抽象画，那西方的人他们油画都有画抽象画，那我有这样的想法，所以我在想要突破这一个水墨抽象画的时候，当下我是先放了音乐来听，听到那一个有音乐的音符，有节奏感。好，想到有这样的灵感，哎，不错，我就画出这个，抽象里面的有音乐，有那个跳动的音符，嘿，节拍，然后整个画面看起来，是很舒服，是很空灵、宁静的感觉。中华市长林世贤表示，吴老师的画作拢经过精心规划，除了感性，作品当中更有真侪理性。画是一种理性跟感性的一种平衡，那他的画是相当的细致啊，非常充满理性的啊规划，整个画相当有秩序的在做规划跟布局啊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么一个非常精彩的啊画作。这项展览对即马开始到五月二号为止，欢迎介意创新水墨画的民众前往中华艺术馆参观欣赏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中华采访报道。